Really invite all of you to join me in this revolution. I admit, financing public health care with a fickle security market is a daring act. But, as the saying goes, opportunity lies on the other side of risk. This opportunity to progress is ours to seize.頭先經理揾過我，話機房嗰邊發生意外，叫我揾個醫生去幫手。知唔知發生咩意外？有幾多人受傷？傷者有幾嚴重？我淨係知有個電工受傷，至於有幾嚴重，我唔清楚。康小姐，揾到醫生未啊？呢位就係明誠北嘅女醫生。入面情況點啊？我都唔多清楚啊，就係值班工人喺裏面做緊嘢，突然間發生意外，有個工人俾部機砸住咗啊！啱啱有兩個救護員入咗去，裏面地方好狹窄，所以我嚟而家出面等咯。我入去睇下點，同你一齊去。我係明誠北女安寧醫生，傷者咩情況啊？傷者雙腳被重物壓住，冇法移動。佢檢查過盤骨噶啦，骨骼有骨折，露底因為後腦着地，所以有出血嘅情況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你聽唔聽到我講嘢啊？有冇聽到？有冇電筒啊？先生，我而家睇下你嘅伤势啊！伤者有脑出血，即刻要送去医院。部机太重啦，要等消防嚟搬走部机，先可以将伤者抬上救护车啊！阿英，不如我哋揾 YT 过嚟啊！唔使，冇需要佢，呢度我搞得掂。楊醫生已經清楚解釋咗醫改方案嘅內容同埋細節，唔知道在座嘅來賓有冇咩唔清楚嘅地方？李小姐，有啲咩問題？無疑，你哋呢個方案真係落實推行嘅話，好多機構當然係一個投資嘅好好機會。不過，唔知道幾位有冇考慮過呢？如果醫院真係上市嘅話，醫學研究方面一定會賺大錢，不過就要指定份額補貼俾啲市民嘅醫療費。咁樣對於一啲揸住股票嘅持份者，會唔會唔係幾公平呢？我明白李小姐呢個問題，好可能代表咗在座好多嘉賓心裏邊嘅憂慮。大家可能會覺得市民嘅醫療補貼係香港政府嘅責任，唔應該轉嫁俾咁多投資者。我想大家清楚一件事，公營醫療證券化的根本目的並不是一個純商業決定，有權利就應該有義務。好像剛才 YT 說得很對，這個方案是一個三贏的方案，包括了政府，包括了市民，和包括了投資方，也就是說大家有權在公營醫療那裡賺錢，但與此同時亦都有義務為政府負擔翻部分嘅責任。你哋個嗰邊鞏固埋個架佢。House 跌到58，收縮話反而升到176啊！阿 Sir， 仲有幾耐啊？部機俾個鐵架鞏固喺地下，我哋冇辦法抬走，我哋要鋸走個鐵架先可以抬走部機。咁即係仲有幾耐啊？最快都要半個鐘。House 而家跌到55。先生，傷者大細眼，左邊瞳孔對光冇反應 ，GCS 8，佢腦內壓過高。我諗趕唔切送佢去醫院，你要即刻同佢釋放腦內壓。喺呢度啊！點啊 ，Ian？ 我懷疑傷者腦內出血導致腦癱，如果唔即時同佢釋放腦壓嘅話，我怕佢支持唔到翻醫院。呢度咩工具都冇，你可以做得啲乜嘢啊？麻烦你帮我揾人工具出嚟。要咩工具啊？电钻。医生 ，pulse 跌到45。阿 Yan， 不如算啦。喺呢个环境之下救唔到人系正常。
如果你係都要一意孤行夾硬嚟嘅話，出咗事會好麻煩。你聽我講，我哋揾 YT 過嚟處理。我都係醫生嚟嘅，喺任何情況底下，冇一個醫生會想放棄救人命。你信我 ，YT 開完會之後，個 patient 已經送咗入醫院噶啦。好，我幫你用電話拍低佢。如果醫法局追究起上嚟嘅話，希望調轉有用。麻煩你哋停一停，我要聽清楚。如果唔係轉得太深嘅話，我會傷到佢嘅腦組織嘅。留意住佢 pulse。幫好住個頭。而家開始釋放龍壓。仲喺五十以下，我谂差唔多啦。而家咧，而家上翻五十三啦。Hello YouTube 嘅观众，记得 subscribe 我哋呢一条嘅 channel 啦 ，like 埋呢条片，揿埋个钟仔，咁就唔会错过我哋每一条新片啦。